照片都换成女装的了。不是女装的，是女人的照片。那我呢？你怎么了？你总不能让我去喜欢一个女人吧？那你可以去喜欢你的男人了。我现在就是女人，不好吗？我的意思，你能不能还像以前一样跟我？做你娘的梦去吧！以前那样，我不喜欢以前那样，我喜欢我现在这样。你的意思是只有我变了？随你。